大家好，这里是 Pavilion Embassy， 我们在这里要教大家如何使用智能电视机。首先打开电视机后按这个 Home Button， 按了之后我们首先来教大家如何联系上网络。首先我们来到这里，打开 Setting 就是设置，点击进入，进入后我们打开 General， 然后再打开 Network， 然后再打开 Open Network Settings。 打开之后我们要在这里选择你要用无线还是有线，倘若我们在这里使用无线，选了之后我们会自动联系上我们已联系过的网络。好，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联系上网络。然后我们还有别的功能，我们按这个 Home Button， 按了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有 Netflix， 我们有 Prime Video， 我们有 Apple TV， 我们还有 YouTube Gallery， 还有网络就是 Internet。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还使用其他功能，就是这个 Remote Access。 我们点击进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Screen Sharing， 就是共享视频，然后还有 Office 365， 就是 Microsoft Word、 Microsoft Excel 还有 Microsoft PowerPoint 等等。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如何操作这个智能电视机，谢谢大家。